天使星的朋友们、家人们，大家好！今年是天使星20岁的生日，我们在国父纪念馆12月7号有一场精彩的音乐会。那我现在呢，先要谢谢大家，多年来的支持，但我鼓励大家呢，来购票继续来支持天使星。特别我们要谢谢这个义光文教基金会呢，送了一支手电筒，是军用的，而且它有防身的效果，在外面的市面上买不到。它的亮度非常的亮，而且这个是可以用来防身的哦，很亮哦。那只要你购票，就送一支这样的一个手电筒，让你防身用。记得哦，我们12月7号，国父纪念馆，不见不散，耶！